建这么好的一个学校，说实话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，我们把老师这个师资力量配合，我们只有我们这方面也给老师的福利待遇工资，要给除下国家给的一部分，我们有另外又给一部分，要让老师要在这上能够安心，才能好好学习办好。他们能够走到外面，在更广阔的这个空地去发挥他们的这个才能的话，也是一种提升。